我和露露现在在三亚市。三亚是有有轨电车的，看铁轨，通往三亚火车站的。如果大家来三亚坐火车过来的话，下了火车之后可以体验一下三亚的有轨电车。有辆车刚开走。有轨电车、地铁还有轻轨呀、合称轨道交通。三亚是海南呢首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。老板，西瓜多少钱一斤？还挺便宜的。前面呢是大海，和露露啊去海边转一下。查一下三亚的日落时间呢，天气预报的下面有这里日落6:52，现在6:49，赶紧过去，说不定能看到日落。到了，太阳啊刚刚落山。这片海湾呢是三亚湾，三亚一共有4个海湾，另3个海湾在那个方向，分别是大东海、亚龙湾还有海棠湾。露露在后面呢。三亚现在的温度啊27度，比较热，下水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没穿拖鞋呀，就不沾水了吧。卖水果的，快艇。斜对面呢是个岛啊，看岛上的建筑，凤凰岛。三亚有6，哎呦，这么多船呢！啊，啊，来晚了。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去啊？三亚有60多个岛啊。这个方向也有个岛，哎呀，这边人多呀，一会儿咱们往这边走啊。我现在是在三亚的天涯区，三亚一共有4个区，另3个区啊，分别是吉阳区、海棠区还有崖州区。哦，这个可以拖着到海里面了，哇哦，大黄鸭。哦，后面坐人的，坐着好多人。鸟，这个多少钱坐一次？180。好嘞，玩多长时间？哦，绕一圈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这个区啊为什么叫天涯区？往这个方向走20公里啊有个景区啊，天涯海角景区。岸边呢有2块大石头，分别写着天涯海角，因那个景区啊而得个名。好多小朋友在玩水。这个海湾呢比较长，绵延22公里，湾长沙细。你要干嘛？写2个字。游游游游还没来过海边呢，下次带他来玩沙。可以啊。边上啊是一排树，绿树如带。手机快没电了。行，周视频呢？就拍到这里吧。